脚踏板从正面装不进去的话，如果前期有滑丝的话，我们可以先从脚踏板从后面这里，相反方向给它拧上去，先用手，用螺纹对准，然后很轻松就进去了。 然后用工具，用个15号的工具，把它锁紧，从背面这里锁紧。然后的话，我这边就不演示了，将这个脚踏板锁到最紧状态，然后用工具，然后再给它拆下来。拆下来的话，现在从正面装就可以了。 左边的话是逆时针转动，然后再用工具给它加固定紧就可以了。